今天是浪 life 的辣酷甜趴，在上一次我们乐天女孩全员的开球是在2022年，今年我们要再一次邀请我们的全员登场，来为大家进行我们最壮观的开球仪式。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哦，这个抬头，所有的抬头都是我们今天女孩呢发想出来最适合她们有趣的抬头，请大家给热情的掌声。首先让我们欢迎拦都拦不住的乐天女孩 CEO 总队长 AKA 最强综艺节目主持人，号称青浦林依晨的烂烂。接下来欢迎最强欢乐制造机云溪。接下来欢迎最强双下巴回眸女神贝贝。接下来欢迎乐天最矮但很霸气的雅涵。接下来欢迎号称台版湖北珍惜的休息室干掉龙若彤。接下来欢迎姐姐好，姐姐妙，姐姐兜里有钞票之 AKA 啦啦队最美长青树吴以轩。接下来欢迎你们最爱的老师嘉玲老师。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接球鼓手，让我们欢迎乐天桃园队林晨飞、林子伟、于德龙、林振华，还有陈威。好的，我们的女孩请准备，3、2、1，请投出。加入我们合影的行列，让我们一起看向前方的摄影机，我们只有3秒钟。